曹兴起，舞动变身，浩瀚巨浪，念天海。兴隆起还是三个呢，那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能耐吧。你快去救风岭师兄，好物交给我们对付。想走不能把他带走，不然混沌的家伙会生气的。有我在，你休想过去！闪耀红岩斩，区区火焰，阿牛，打到他了！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豪物是四魔将当中防御力、攻击力最强的一个。有意思。你们比之前那两个电战士有意思多了。不好，他魔化了，看来不把他打败我们几个都会交代在这里。浪叶山峰，一神降临，笑傲云天王。雷霆祭奠王，啸浪祭奠王，火云祭奠王。风刃魔掌，小刘戟，不能让他靠近我们。您注意射击，小花小心，好强的冲击力，火云祭奠王把它击飞。给我破，怎样，知道火云祭奠王的厉害了吧？谁让你挡在我前面的，电光石火。你们再给我老样样啊。可恶，太嚣张了。火焰，滚蛋，别冲动啊。耀辉，火之亮丽。我猜的没有错，果然是桃木守在这里。阿星，快去救他们，召唤祭奠王。桃星龙体舞动变身，大地震颤，无边台。混沌他不要那么快追过来。一二三四五，到齐了。不能跟他硬碰硬，豪物是疯狂的战斗系，
只有想尽办法拖住他，才能有机会带着风令离开。我们五个对他一个，怕什么？一起杀！我走！呀！一拳蝼蚁滚开！给你看看，我的枪是多少次，可都没办法对我造成一点伤害。是吗？大地之握！冰雪之风！你们就只会搞这些小手段。这叫计谋，懂不懂？看来我们五个人的第一次合作，效果还不错嘛。你有听说过一句话吗？什么？话说的越多，完蛋的越快。不行，你说谁话不完蛋呢？现在要完蛋的是桃物，接招吧！你，火之元素，请赐予我守护的力量。畏惧他噩梦，我只认你重生。敲醒龙脊之力量，燃烧的岩石。不好，混沌赶过来了。狂风刀，师兄，说出真正的风元素皇殿入口。不要，绝对不能告诉他。看来这一次你的师兄真的要跟你说再见了。野啊，住手！你听我，住手！我带你过去。小风，可恶的魔将！快点，别想耍花样。那里就是风元素皇殿。这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。看来你没有骗我，我已经感受到了，那里面传来强烈的虚无大人的能量。把开启入口大门的卷轴钥匙交出来。小风，一旦皇殿开启，他们肯定会抢走里面的元素盒的。快点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元素核的能量是属于我的。好物，这两个小子已经没用了，把他们收拾掉。速救救我师兄！师兄，走！一个人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。谁说他是一个人的？还有我们！好决心！小辉，我赢！你们是怎么找过来的？其实是那个家伙给我们留了线索。齐恒，谢谢你们！风岭师兄从小陪着我长大，就像我的哥哥一样，我不能看着他受伤害，所以我不用说了，每个人的生命都一样重要，就算不是风岭师兄，我也会支持你做的决定的。说的没错。那就不说谢谢了。小风，你找到了一群可以托付生命的朋友了。因为真正的朋友不用说谢谢。木影、阿星，你们负责拖住桃木，我们去追混沌。就凭你们两只小虫子，还不配做我的对手。好狙击！
挺快。浪潮翻起，机神降临，笑浪激电王。就是虫子，就算变大了，也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要有井，停！太弱了，太弱了！火柱条的力量，你要抵挡住！啊！还有一只臭虫，阿星，小心！那就看看他能不能破得了我的防御。太弱了，我爆了！啊、阿青，那家伙的身体就像一个防护盾，我们的招式完全不起作用。继续呀、啊，我还没玩够呢、啊。看在元素盒的份上，我再帮你们一次吧。铁甲金身，机神降临，金刚铁剑王。我只认你重生，看正与我顺势加深，超心隆起自我力量，燃烧的眼神是炙热全勇猛，为正义最敢攻的人，举火云雷霆啸浪，大地暴风狂，以金刚不破战黑暗，一战再战才悲欢不走心，金刚一剑王无双连锁。金刚机电王，混沌，别想跑！皇后村庄的账还没跟你算呢。看来你们还没吸取教训。大家小心，又是这个幻象空间。让我的小可爱们好好招待招待你们。又是这几个难缠的家伙。要找到他们的真身。你一人都有谁敢降临。乌云极灭王，暴风极灭王，雷霆极灭王。小伙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四周都感应到强烈的魔术能量反应。护盾那家伙打算包围我们。不，他想让这些魔兽拖着我们，好让自己脱身。必须尽快破除幻象空间，找出混沌。逃不掉！可恶！我想到了个办法。火箭，就是这样。让火烧得更旺盛吧！我明白了，带上风，把火焰带到每个角落。冰封神斧，元素能量已经覆盖整片区域了，办法不错。还差一点，雷霆神斧。我会让你们知道惹怒我的后果。雪落星罗机，快躲开。就你这整套也想打中我们？你确定？不好，他的目标是任凭石柱坠落，无论是龙城派还是山下的村落都会被毁掉的。做出选择吧。
是继续跟着我来呢，还是去拯救整个龙城山？太卑鄙了！岳父，爹，不能，不能让你毁掉这里，绝对不可以！江王，妖辉，你们。哪有让你独自一个人支撑的道理？坚持住！小凤，这样下去，连你们也会……朝兴龙旗绝不退缩，绝不退缩。我们感应到元素的召唤，元素融合，巨驾崛起，夜空战神，你重生，看正月我随时战神，超星龙骑自我力量燃烧的眼神，是炽热，是勇猛，为正义追赶工的人，地火云雷霆啸浪，大地暴动狂，你心脏不活战黑暗。战再战，才配换武装几点乱，为了天地空一战，为了光三位一体，夜空战神走。烽火雷击电王合体了，元素融合。烈焰之点，元素合体竟然能创造出这么强大的威力，这就是元素战神的力量。好久没感受到这么强大又磅礴的力量了，就像巨无大人一样啊！让我来领教一下。这就是镇压在风元素皇殿里的那颗元素核。穷奇居然还妄想获取元素核的能量，真是天真的人类。很快就可以复活了，狂妄素昧，居然挡住了，还给你。还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。大人已经得手了，自己慢慢玩吧。可恶啊，就让他们跑了。风元素一直已经失守，魔将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。叶枫，你们五个电战士也必须变得更强，才能与他们有一战之力。我知道了师父。你在担心龙城山吗？师兄，我们的力量击败不了魔将，但守住龙城山还是可以的。你是不是太小看你的师兄和师父了？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叶枫，放心吧，我会坚守我们从小到大的承诺，守好龙城山，但守护整个地星的任务只能交给你们了。